其实时尚就是很艺术的。年轻人就应该去这样玩，年轻人玩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状态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很传统的艺术家的话，那你不在这个时代，尤其在上海，在北京这个时代，它就是一个国际开放的城市。如果你在玩的很传统的话，那你就不很落伍。想怎么玩怎么玩。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？顺其自然，只要舒服就 OK。